国莽师弟，他们还带着多带两条狗狗嘞。这里海拔多少？3562。车停在这里，到前面那里观景台去看一下。挺远的，可能有1-2公里哟。差不多吧。看着不远，这是平的，应该有一去来的话，起码2公里都有，2-3公里。看着挺近，走得很远。哦，这平嘛，这地方。结好多冰，你跑着这个都在抖。哎呀，好滑呀！唰啦唰，唰啦唰的走人。这还给小咖啡做了一件衣服，停着我看一下。要看的哟。这是黑妹儿昨天晚上连夜加班给小咖啡缝制的，她不要的衣服还是裤子。裤子，你看还有腿儿，这是加绒的。这里还有橡筋脖子，看到没？自制的。嗯。因为以前我那么说不给他穿衣服，哎，这出来黑妹不要给他穿，他说冰天雪地的他也冷。自制买嘛，就快递要好几天。自制一件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过去看一下。走中间，他们走中间。看一下，能走路不？穿着，耶，好像一点没有违和感呢。过来呀，我看一下你走路那姿势怎么样。穿着是不怎么舒服，他说，哭泣哭泣的。没怎么穿惯嘛，没怎么穿习惯。习惯就好了，暖和一点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走，等着我们吗？走走走走走，一起走。走。这个是什么动物啊，朋友们？黑颈鹤是不？看看它脖子是黑的嘛？对，黑颈鹤。那种飞舞。大草原，真的是茫茫的大草原。到前面来看，哎，这无人机没拿来。啊？无人机没拿来。离得太远了，车在那边的，把无人机拿来的话飞一下可能还挺漂亮的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好多牦牛。哦，下面那里是一个村庄，那里挺多房子的，还有河，好多小河。那牦牛在看我。 Hello，咖啡，你别在这里激动。个个不大，你看他还挺厉害的，那别人一个锅巴把你顶上天。非要跟我照相，我照都不想照。站好了，看到了。耶、yeah ！换一个姿势。没意思，照了。耶、yeah。好了，把咱家小咖啡抱着也照一下。照了的，看到了，在你边边的。耶、yeah ！啊，可以了。换你了是不？嗯。没了。横着照还是立着照？横着，刚刚我都横着照了，立着照不了。一二三。这样角度低一点，那腿长一点是不？对呀、啊，快点啊！留个纪念就行，照太多没必要，照多了还不是得酸呢。咖啡，老子这狗咋跑下去了？小咖啡，你下去干啥呢？他从这里跳下去了。嘿，哈尼曼，那牦牛你打得赢吗？快点过来，快点，他跑到那下面去了。快过来，还是毛驴多到的，快点，快过来，从那边围来那里，快点，快点。
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跳下去了。你想去和牦牛单挑啊？你打得赢牦牛呗？那里那么多牦牛，他可能想去，哎呀，那好多牦牛都把他给看着。哎呀，他跑到围栏那边去了。他那里出来的了，好多都把他给看着。来了个小不点，那个小不点不自量力的小不点，他从那边可以来，对。那傻帽。对，从那边走就可以过来，走我们都回去了。他不想上来了。跑了就跑了吧，反正就要跟着这样回去。这傻帽。还想去和牦牛单挑，走，回去了。还没耍得够稳。外面太冷了，这只有躲在车里面呢，用这个电锅做了。今天我们在那里看了那个观景台之后，我们又开车开到四川阿坝州这边来了，因为甘南那边的景区全都没有开放，全都关闭了。什么朗木寺啊，还有什么朗布拉什么寺，那边全都关闭了。因为这特殊的原因，所以说我们就感觉没必要去甘南，我们又回到了阿坝这边。这整个天都黑了，把饭做来吃了。今天中午就没喝酒了，因为黑妹开车赶路，那里看了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个了。一直都在开车，看水煮肉片，这个吃的暖和一点，电锅一会儿就把它搞定了。所以说今天晚上一定的要把中午没有喝到的给它喝回来。小酒一喝，啥烦恼也没有了。尝一块这个水煮肉片嘞，看着这个颜色就知道好吃。这是猪肉，没有牛肉，我们车上。不错。你别说，真的不错呀，一点玩笑不开呀。老香了，再走一个。多吃两杯，今天整的，等会儿就好睡觉了。白天午觉也没睡得成，哎呀，我去！行，你也整的来吃吧，你也累了，今天。